胡子从后面过来，哎，小天把 Q 技能用到了前面，瑞兹这边要来了，你 W 了，发在前面稳住，小天好像，哇，好快的闪，但是哎回来了，小天回来了啊，哎，这波，先锋，然后他的还在，第一个先锋怎么都绕的就很奇怪，在蹲想越吗？他们在要越了吗？反蹲四个人，要越四包二来了吗？青钢影大能开出来吗？哇，猴子大也没开出来。是的 ，Scout 来了 ，Scout 来了。梯子马上上去，梯子不看地图吗？哇、哦、，Scout 在跑。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没有看到这个瑞兹。嗯。哇，直接大招。哦，逼了个闪。瑞兹没搭招，他只能走过来。回乡地已经到中路了，感觉只能让了呀，李宁。TS 完全不着急。哎，安踏、哎、被躲了。小航直接被秒，但是龙是谁的？龙也被盲僧拿下了。瞎子的，塔展好像也要倒了吗？塔展被踢了，死了。塔展那边有闪。哇，他跑了。哎，跑掉了。被杀踢了一下，这边奎当天还要追死掉的，直接开大了，不管了，躲了个 Q W， 哇，短了一 Q， 哎，他的，哇、太短了，太短了，没办法，可惜空了两个 Q， 定住，闪现坠明地 ，LP 没有伤害呀，但是没伤害呀，兄弟 ，LP 上头了呀 ，LP 生病了，生病了 ，LP，LNG 啊，斯卡在点，在推塔。为了300块钱，防点不行了。时刻大招交闪、啊，为了300块钱，有意。哎呦，跑了吗？跑成跑不掉这个。是的，被动还没好，躲个 Q。啊、为了300块钱，有点贪了呀，自卡年轻。LNG 最后的希望倒了，大龙，这条小龙。小龙收益太高了，想过来找机会，想开谁 ？Mark 吗？还带 Rookie 的小天 ，Rookie 的闪现没了，我操！这一脚他一个人打了半血，是的，但这一脚送走了。紫卡想追，紫卡追人追错人了吧？感觉、啊、小天有闪现，小天死了，紫卡好像追错人了，要追那个霸条，他追哪里去了？李飞交个闪，李飞还没死，红大了，不敢追，阿赞。还再来，还要过来打吗？兹卡是有大呀，兹卡打招，哎，如果要爆炸了呀 ，TS， 哎，滔搏这波有点尴尬，一闪想一杀，哎，自己也死了。晴天没有疾跑，疾跑还没有好，兹卡能追吗？兹卡有意，而且大龙刷新了，有说法没有？没有说法 ，LP 死了、哦。左边用了打野的大招，就一个打野的大，其他人大招全在。是，好像他俩只能拼城吗？这个不能给呀，要留人。Scout 还在卖 ，Scout 卖的很好，这不。小航有闪，但是这位置被球看到了。开谁呢？落台到后排的贝鲁斯。哎 ，JQ 开大过来进场了。进场。哇，大招贝鲁斯打走。哎，这波闪死了呀！这波没必要这样子玩吧 ？JQ 二闪过去，直接这波滔搏玩帅的。哎，这个位置被全死了呀！被厄贝鲁斯大招就没了呀！厄贝鲁斯一个大招就刷了3500。这波猴子打跟厄贝鲁斯打就在那人群中，就在那里。厄贝鲁斯啥都没干，就放了一个大招就洗白了。滔搏没道理，滔搏这一波真没道理。这根本没必要闪二闪。二闪进场、啊，为了杀一个厄贝鲁斯。厄贝鲁斯是右边装备最差的那个人呢。这回去了。哎，这边有队友的，上野辅、紫卡、小朱也都在。紫卡下九大，紫卡已经倒了、哎、三个人。这波有点皮啊，敢踢上去。但晴天下塔没人守 ，TS 很急啊，逼大龙啊。那这大龙位置，阿尼有闪现，打到底的话 ，TS 要爆炸呀、啊。没那么好逼吧 ？JK 那边没闪现，真的要打吗？这个大龙 ，TS 想提速啊。高踢了，瑞兹开个车。瑞兹开车，瑞兹有中亚的。瑞兹有金身，闪现大两个。JK 没闪。JK 罗布必死啊 ！JK 罗布已经死了，接过来厄斐琉斯，哎，踢在脸上了。杰克这边直接被秒了。但这个位置怎么 TS 赢了？赢了，赢了！青钢影那边在追一个晴天吗？晴天是被追死的。晴天一打二，但是滔搏其他三个人，晴天那个位置拖了很久，还是打不了大龙。您的上路怎么那么喜欢从那边绕呢？是的，我记得上路他有一个武器也是从那边绕爆炸队。哎，这个位置啊，让你哇啊，交闪了，海哥，这是海哥自闪吗？哎，海哥自闪，好像海哥自闪先把那个霸角打到边转 ，Rookie 还被秒了 ，Rookie， 哇 ，Rookie 怎么给了机会啊？他在，那或许怎么说 ，JK 了不 ，JK 把二躲了，但是被青钢二了，还想死了呀？哇，青钢闪不掉，爆炸呀 ，Rookie 这波有点上头了呀。Rookie 的大招被阿尼的海克斯闪现骗出来，加上哇、哦，这波破剑者青钢影好能打，又要打龙吗？万事不绝打大龙，我不管了。TS
TS 的指挥只有一个。哎，这次好像有了。但猴子好像下不去了呀。哎，我们是想打团，龙在身上了。这个大指挥可以下不去。可以。终于偷到了，在跑。瑞斯开车，又是瑞斯开的。Rookie 是没闪现的。Rookie 这个位置能开到吗？他开了 JK 了不？哎，猴子送了。李宁的中野也开始了。李宁中野要送了。Scout 车好车。零换三拿大龙，怎么说还不好说。又来了，李宁也送了。哎，都玩的有点凶。我这智卡异常其实有点。差点被一波了，他死了肯定被一波了。这个时候30，还有波甲，那35分钟谁死谁被一波。谢航开到航，航要死了，他在转起来。小天波甲也被打出来，他在有波甲，都有波甲。现在紫卡过来了，马克死了，紫卡怎么说？紫卡小天被控到，这波感觉紫卡要输了。紫卡杰克，杰克被打死了，紫卡。Rookie 怎么办？还在跑，但是紫卡有波甲呀。有E了呀 ，Rookie 来了！哇，哇杀警告 ，Rookie 还在跑，但 Rookie 没什么蓝量了，他怎么跑呢？这个猴子有E，有 W， 什么都有，什么技能都在。Rookie 有 TP 想踢走吗？踢不了了呀，点锁倒了 ，Rookie 还在跑 ，Rookie 没蓝了，还在跑，拖时间，倒中亚，再开一个金身，但是双 C 已经在拆上路了，落十秒钟有机会一波吗？落复活，落没大招，嗯，瞎子还有十秒钟。洛被定住，洛也死了呀。想清兵，洛想清兵，但洛直接被一波直接白给了。三秒，瞎子了。瞎子，哇哇，滔搏这能输的？说实话，这把只能说这一浪输了，真的是浪输。两边都给机会，但是滔搏每次节奏大机会。他 TS 送的都是那种一般团灭的那种节奏。哇，李宁死的那是一两个比较少少的，他们怎么那么想杀这个行啊？